欢迎来到娟娟的创造大赛，本期的主题是现代别墅，九位选手已经很努力的在建设了，看看他们会建出什么样子的别墅吧。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要改名叫做创造大赛，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们是做像素，有的时候呢又是做画画，所以就不知道是建筑比赛呢还是画画比赛比较的去形容这个赛场，所以说就给它改名叫做创造大赛。不管是像素还是建筑都是在创造地图里面完成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可以的哈。这次做的房子有紫色、绿色还有黑色，我相信紫色是娟娟最爱，这个粉丝们都应该知道，那至于绿色应该是粉丝最爱毕竟马上到达春天了，所以说咱们绿色也是需要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房子我觉得大家做的都还非常非常的独特，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谁是本次大赛的第一名吧。因为这次创造大赛大家做的房子都挺大的，所以说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，我们差不多用了50分钟的时间才把作品做好。当然还有选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5号选手，他的作品都没有做好。很多粉丝们好奇究竟怎么样才能参加这个比赛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是我的徒弟就可以参加这个创造大赛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娟娟进行了加速，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成品吧。一号选手做的好像是一个3层别墅，哇塞，还有一个卡通像素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就是他这个后面做的稍微有点简约了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也理解了，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看一下我们2号选手做的是个2层小别墅，头顶上也是有个非常可爱的像素，周围还放了花花草草，门口还写了我的名字，这房子也不错。看一下我们3号选手，哎呀，不小心给你撸掉了， I'm so sorry。 哦，这个3层的很漂亮哎，好独特呀，他还做了内饰的哟，整体看起来都是这种小清新的别墅，3层绿色的，这个颜色很 nice。 4号的房子，哇，真的就是现代别墅哎，这个配色，这个调调，这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现代别墅了，我很喜欢这个，真的超喜欢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娟宝们是否喜欢。后面还有一个彩蛋，楠楠爱娟娟，太棒了。5号樱桃镇的圣诞房子没有做好，那下次加油哦。6号是我们萌萌的婉晴做的，他这个顶看起来有点呱呱的感觉，好像大猫做的房子呀。这边做了一个蹦蹦床，这还行，但是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。天哪，乔西做的这个房子也太水了吧，他说他卡 bug 了，那我们就理解一下哈。8号的房子做的很独特，是一个水晶玻璃球里面的房子，呵呵，哦，这个创意还是很 nice 的，但是里面的房子感觉有点稍微逊色了一丢丢，要是他能够把里面的房子做得更精致，那我觉得第一肯定是他了。9号选手做的这个房子也太朴素了吧，我的天哪，这房子你让我怎么说怎么点评了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点评了，但是他内饰做的还算是 OK 的，该有的东西都有。然后他说这是大猫住的房子，行吧行吧，大猫也只配住这种房子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投票环节，开了20个人的房间，每个人身上有2朵小花花，喜欢谁就在谁的房子面前放上小花花就行了。我喜欢4号，1号也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我都给他们放的小花花了，因为真的做得很漂亮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次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的1号了，因为他做的真的太漂亮了哟。好，本次大赛第一名就是我们的1号，恭喜恭喜。